艾伦被拉出去，里面没有大人的情况之下，整个切入的帮忙防守，真的对于台皮来说是相当难堪的一个地方。拨了两下，球还是在艾伦手上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哇哦！哎，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被艾伦拿到球，你就算要犯规你也拉不住他。你看艾伦多有力，一只成功的三分打，在第三节结束之前呢，帮助台湾啤酒现在取得分数上的一个领先。